每一间都有小米，还要特别去信义区。网路也有小米，网路也有小米。Next two， 任何地方都有小米，还会自动送到你家。还免运费啊！造势，你想要造势哦？你儿子你选举的时候，我们干嘛答应一件事吗？你又要干嘛？你又去种小鸟？你要造势哦？不是啦，你要搞事情哦？我们要立半价。你要造势哦？我们要立半价，请你要投下你神圣的一票。你想要造势哦？拜托，那叫做买票。那你要付多少钱呢、啊？不是这样讲吧？他用钱，他的一票是有多大的效的？那神圣的一票是有多大的影响？怎么好好研究？他在看说明书哦。感觉收起来，不知道是看说明书还是在看他的。我就是非常怕，不是有点怕，是非常怕。不是啦，我在说那个。三。